脂肪棒，感觉不能用。对，男生怎么样用鸡鸭？板鸭。有人在抢我的工作，在闹哎哎，真的是蛮重的。摄影师又来了，我可能要看看画面，我才能知道，因为本身 Alan 就是我的跟洛卡哥，就是我监听的这个音控师，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专注于你的工作就好。不务正业。哈哈哈哈，本来想说南京可能会很热，因为上一场巡回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暑假嘛，超级热。那现在是就是四月，然后本来想说哦，南京应该会比较温暖一点。但因为今天下雨，就凉凉的，舒服的天气。小金舒服到小金都要睡着了，他如果不站着，他就睡着了。说这天气舒服到你都要睡着，但是因为小金的体感温度跟我们比较不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对，小金比较怕热，所以当小金觉得舒服的时候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一点凉的，他就快睡着。不好意思，暂停一下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暂停一下。暂停一下，我们需要确认一下有没有奇怪的问题。叫名了，要叫名了，小心啊！那是叫什么蹲啊？亚洲蹲。亚洲蹲。对。默默被揍了一拳。职场霸凌。职场霸凌。他刚才前面有看到一个。对，开门去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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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阿德，还有阿松，我刚刚只有看到阿德的，你们要不要前面在兄弟兄的时候就到兄弟兄？兄弟兄，兄弟兄。因为你刚刚偷跑的，蛮好看的，但是大家真的要等那个降下来才能动哦，才能动，对不对？因为差那一点点，你觉得差那一点点，但在下面完全看到脚都开始在蠢蠢欲动了，而且很犹豫的。他一定要完全到底的时候，我们再赶快走。好，蛮帅的，凶屁凶哦。今天来到 Sugar High 第二十站哦，一个双圆满的数字，20站，23场南京站。有七年前有跟我来一起巡回的举手。我们今天一定要让南京很雷似，雷似厉害的意思，雷似南京 Sugar High 今夜出发。好，不是一个，然后叫这样子哦。好，不是一个叫你刚好录到兰兰吗？好可爱哦，这仔。因为很怕我戴监听，所以大家的那个身体语言都比较多。浪漫情话不嫌多 ，Baby， 快说你想不想我？什么都少不了我。告诉你我的故事，是一辈子，我一
歌想要听的呀，歌词都打好了，你好优秀哦！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好棒，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瞥才看见从未到过的地方，原来是你心上。还是为了要让我勇敢，可惜变成生命中最美的遗憾。这世界就算能够反转，这个华丽的伤口我好好保管，不想归还。不想归。